我和小白一定是死，小白不会死啊！小白不是说他很 carry 有钻石之夫加他一罐水，什么？哦，是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摧毁二，你用那个冰柱打不会扣血啦。恶魔女怕。哦，干干干干！啊，很痛！这个触手要闪哦，很痛！哎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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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多，真心的，哎，很多啦！哦，生命连接竹墙，不，生命连接。被盯住，被盯住，被盯住！监禁火链，有火链哦，监禁跟火链。监禁有监禁，哦，等等等，监禁跟火链。哦，又被盯住了！再会了，再会了大家！再会了，真的，别闹啊！哎干，被盯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好打白小白，我把他拉过来旁边，好不好？不打不动他，不好。我打不动他。你看这边没路，这边没路、啊。哎、欸，真心会死哦。觉得居居，别跑啊！你看他妈打都不会痛啊。有啊，有破血啊。看懂我在打的，你看那个伤害，完完全全就是哥在开飞。我有在打好吗？没有做事的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有在打好不好？是那个人偷偷跑走那个。哎、欸，你跑太远了吧？神好不好？干你个废物！你这是封神，然后打死你一次，我跟你讲。废物，王后出关都死了。很痛哎、欸。我觉得我变成一个制服兵比较有用哎，你们怎么看？我刚打死的东西在哪里啊？我觉得我变成一个制服兵比较有用。然后我觉得会变成这样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是五十五等的普通兵，才五十五等。是说，而且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随着我的等级增加，他难度会越强嘛？然后没有，是随着小白等级。哦，然后 Ben 就会突然爆屁，你知道吗？真假的？因为你会习惯，然后你就突然就爆屁了。没有，我有一招是，我快死了，然后他自动帮我写五到五十趴以上。当被动死了啊，被动。啊靠靠靠靠！那个触手。超痛！我操！再挥一下也好痛、哦。这触手本来就超痛。不是，是被他那个人挥一下也很痛。那、啊、我们要打多久啊？来打这恶魔轮帕好不好？我、哦、干！不是的。你在干嘛、啊？对。你啊。我。啊。我有做事啊。没有，我问你在干嘛嘛？关心一下啊。我、哦，你在那个、啊，天巴拉天巴拉，那是触手，好梦，我完全不想去贴他们。哎、欸，上面，我靠，我看到、欸、我大狙，我看到抛鼠机，我还好，我不怕，我超多的。觉得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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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呦，这样打多久啊？哎、这样经验值也比较多啊。不是啊，是谁一直赢那么多了？不知道他这边怪就是这样的这个量啊。没有没有，那是赢出来的。不是啊，他这个怪就是这么多啦，真的超多的。左边有一个啊，右上角有那个陶瓷机。左边有一个弩炮。我在想，等下我要怎么打那我？你先靠弩炮。先靠弩炮好吗？这边我先吸住，好，拜拜。
哎、欸，又很多了，怎么办？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哎、欸，太多了吧？我要退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拉打，拉打，拉打！快看！我要出事了啦！我白你们的血。知道啦。我看了很紧张啊。在补啦。不要怕、啊。我回你一去吧，你就砸碎。这不就解决了吗？你为啥那么害怕？那你看一下我们拉多远，好不好？我又回到这里了啦。真的，打不赢，妈的普通就不要打啦。我们要清怪啊，这样打太久了啦。还好你断线的时候不是在刚那种怪这么多爆点，应该已经往生了，有人被拉走。他怎么专门搭你？哎、欸，这要打这妈天亮哦！打掉啦、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又有人被拉走。走了啦，走了啦。走你的毛、啊！我要拉过来了，我要拉过来了，我要跑司机这边拉过来了。哦哦，你拉过来自己打好不好？欢迎在，在干嘛啦？超白痴的！我真的觉得我废物啦。这已经，我要退回客角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一波？我们要再回坑。哎、欸，多啦，喂，超多的。哇，我真的这样真当废物哦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好吗？这样子打真的没什么意义。你就骂问小白啊。那就怪我喽。那、啊、你那么打一打就说可以开普通吗？